芬，你吓死我了！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过来了？突然饿了，想找你蹭个饭。啊，行，我亲手给你做。监听信号怎么样？菲菲，你想吃点什么？就有什么吃什么吧。行，那你先喝点水啊，我进去看看。对不起啊，只有这些了，你先将就吃点吧。我们在瑜伽班刚认识的时候，你这家店还在装修，没有开业。是啊，你那个时候你还叫了你们公司的人跟我捧场呢。有酒吗？怎么突然想喝酒啊？你开车过来的吗？车放公司了，一会儿打车回去就行。啊，那行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拿。菲菲，怎么了？你知道吗？我其实特别羡慕你。羡慕我？为什么？你一个人在这个城市打拼，为了拼事业，连恋爱都不肯谈。也从来没有依靠过任何人。虽然辛苦，但是很自由。多厉害啊！不像我，不是靠我父亲，就是靠贾长安。我父亲现在已经退休了，贾长安也死了。突然之间，所有的依靠都没有了。才知道这有多难。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？你是我见过最独立的女孩。你什么时候靠过你爸了？更别提贾长安了。至少，我在精神上面一直都依靠他们俩。啊，菲菲，你今天怎么怪怪的呀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？是不是你爸的身体啊？你慢点喝啊，你慢点喝，先吃点东西啊。你说命运这个东西怎么会这么奇怪啊？那个时候贾昌安还在追我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，我发现他的眼睛一直看的是你。你说，他会不会喜欢的是你呀？你在开什么玩笑啊？我一直跟他都刻意保持距离的呀，你知道的。也是啊，多亏了你，
这种闺蜜抢男友的狗血戏码，才没有出现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今天咱们喝酒的主题是回忆杀。怎么了？我们之间的友谊就不值得回忆一下了？到现在为止，我能相信的人也就只剩你一个人了。贾长安他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其实他在外面已经有了别的女人。周烈，你一定不会背叛我的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全世界背叛你我也不会的。谢谢。怎么样？苗飞明显是怀疑周恋跟贾长安的关系，两个女人已经开战了。如果贾长安的情人真的是周恋，咱们要不要施加点压力？我觉得不用，苗飞给周恋的压力最真实。如果他真的有问题，等着他露出马脚就好了。也是，咱们一直要找的是个男人，锁定了周恋，也还是要通过他把那个人引出来。没错。什么事儿不能在游艇上说，非要单独约出来？有个任务调查。需要你配合。我的领导是安科，是宋局。你级别再高，没有他们给我下达任务，我也不能配合你。这件事儿呢，我已经跟宋局申请过了，他同意了。而且这个任务，安静不可以配合调查，他要回避。你要调查什么？调查十年前安静父亲的事情。你应该了解不少吧？知道的肯定比你多。咱们目前案件得到的线索和这个十年前的事情很可能会有关联，而且对侦破目前的案件也会有帮助，所以宋局同意咱们俩配合调查。这件事其实静姐一直放不下，但这么多年我们也没查出什么。但是现在有了新的线索，我们只需要换一个思路，很可能会有收获。静姐家里的事儿她都跟你说了？亲口告诉你的？他还真挺信任你的。所以你现在要查这件事，是为了咱们的案子，还是为了静姐？两者都有。我想说我喜欢安静，所以我不想再看见她哭。这么多年了，安静父亲的事情一直是她心里过不去的坎，折磨她妈妈，也折磨她自己。如果我们能早点查明真相，他就能放下这么多年的心理包袱，开心的生活。我觉得你也会这么想，所以你是我最佳的拍档。怎么样？愿意配合我吗？我比你更关心静姐，
我当然也希望他每天都能开心。一定查清楚。都到齐了啊，庞总，你把大致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吧。好的，林总。是这样，我知道大家手头的工作很忙，时间紧，任务急，但是今天这个会不得不开。就在这两天，研发部居然又出事了。保安来向我汇报，说有人把研发部那一层的监控人为的破坏了。当然了，发现这个问题的还多亏了研发部一位同事的帮助。档案室的门居然是没有关，开着的。档案室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鼎华所有的核心技术资料、项目研发计划全部都在里面。有什么损失吗？这个我稍后再解释。但是眼下呢，我有一个疑问，想问一下苗总。怎么了？档案室大家都知道，这是很重要的地方，有权限进入的人并不多。所以呢，我让保安部门彻底清查了一下，看看在事发当天，有权利进入档案室的人，谁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。是我。是的。苗总。方总。请问您说的是哪一天的事儿啊？就是下大雨那天，够清楚吗？啊，庞总，您现在是在怀疑我是吗？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，绝没有这个意思。事实摆在这儿呢，你看我作为领导，我是不是要过问一下？那请问监控视频有没有拍到苗总去过档案室啊？我那天根本就没去过档案室，这事儿您问我，怕是问错人了吧？庞总，还是把结果告诉大家吧。好的，林总。公司发现了这个事情，向有关部门做了申报，然后做了彻底的清查，结果发现确实有一个人违规进入档案室，而且这个人长期以来一直在出卖鼎华的资料。林总啊，这是商业窃密啊！那人抓住了吗？大家稍安勿躁啊，我先声明一下，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，千万不能张扬。这个我不同意，都什么时候了，啊，还讲这个家丑不可外扬的事情？如果我们这样藏着掖着，那些心怀鬼胎的人更加会肆无忌惮。是啊，说的对。我支持邹教授的看法。集团内部接二连三发生这种事情，我认为有必要在整个集团内部做一次公开通报，提醒所有人，商业间谍行为是要受到法律严惩的。对，林总，我同意您的想法。林总，窃密的人到底是谁？研发部研究员助理吴淼。大家想一想，吴淼作为一个助理，他哪儿来的权限进入档案室？指纹锁、密码锁、监控器，层层设防，但是都没有防住这个人。这是什么原因啊？啊，说到底还是我们的工作有疏漏，我们的疏忽大意让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。对，说的对。最近怎么老出这样的事儿啊？我看啊，以前公司这样的事儿也少不了，只不过老苗总在位的时候不怎么管。那照你这么说，难怪庞一山一直针对小苗总。唉，这就是在示威，要把苗家人赶尽杀绝呀。菲菲，对不起。连累了你，可是当初爸爸也是为了让你和露露能过上更好的生活。
哎，苗总，都几天了，预算报表怎么还没给我？我正在做呢，下班之前肯定能给您，放心。我没时间帮你修改错误，检查好了再给我。 谢谢。哎，雪莲，我看苗总不是平时跟你挺客气的吗？嗯，拿我撒气儿呗。你说，就算是庞总针对他，那跟我有关系吗？我这个位置，我能影响他们之间的事吗？这事儿吧，闹得确实挺大的，他们的压力也都不小。你真是没想到，没想到这五秒啊，胆子真是这么大。嗯。 哎，对了，庞总说最开始发现问题的是研发部的人，是于浩然吧？他能长点心眼吗？他，那是谁啊？程雷。老陈，哎，你今天这么早下班？哼，早归早，这一天过得就像半个世纪一样。又被总教授给骂了。 从中午一直骂到现在，一直骂，一直骂，不能吧？这是你发现的问题，大功一件啊，应该是。你怎么知道？顶华还有不透风的墙。嗯，对。哎，一开始骂就是骂五秒。嗯。骂完了五秒。 开始骂于浩然，没骂够，哎，开始骂庞医生，说庞医生就知道讲废话，根本就没有起到监管的作用，场面尴尬呀！那我一看，没有骂我嘛，那我劝两句了，嗯，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要当这么多人面这么说庞医生不好，我这也算好意吧，嗯，然后呢？ 邹教授就开始调转矛头，向我开火，说吴淼每天都在办公室里瞎晃悠，这么一个大活人，你又没看出他有问题来？哎呦，我知道于浩然瞎，我没看出来，你也瞎。你说这老邹的脾气也真是够臭的，要换了是我，我肯定怼回去。哦，对了，我说邹教授，你每天也看见吴淼在那儿。 你不是也没发现他有问题吗？你也瞎，你真这么说啊？我后半句没敢说。姐，回来了。嗯，我来帮你吧。 你别帮倒忙就行了。你今天怎么突然叫我回家吃饭呀？不是前几天还说让我住在学校，别碍你事儿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呀？姐，你要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，你就直说呗。 是不是爸的事儿？爸他到底怎么了？他
他被逮捕了。你说什么？他之前做过一些违法的事情，现在被挖出来，正在接受调查。那他要进监狱吗？他现在人在哪儿啊？我只知道，国安的人想让他作证，就叫做污点证人，这属于戴罪立功，对他有利。不是，他现在人都被关起来了，还能有什么利啊？姐，咱们必须想办法帮帮爸呀！啊，他律师知不知道这件事儿？啊，能帮的我都已经帮过了，没用。露露，我之前不是有意要瞒着你，我没有选择。那你呢？你是不是也被牵扯进去了？没有，你跟我说实话。我没有。爸爸以前做过什么事情，我们之间的亲情都不会变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好好完成学业，将来好好工作，不要让他担心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就不管他了吗？姐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真的假的？有没有你说那么夸张？你相信我啊？彭玉山要不把苗飞给挤走，我把火锅汤给你喝了。不是，现在鼎华也就只有苗飞他自己在公司，能有什么危险？苗飞什么角色？哎，行政主管啊？嗯，什么都不管。什么都可以管，别说什么什么，什么意思啊？现在跟你讲这些你也不明白。反正就是，他的权力呢是比你想象中的要大得多。我观察你很久了。有个问题我想问你，你是不是对苗飞有那个意思？怎么可能？派系斗争的这段时间，管好你自己，不要因小失大。你就听我的，不要因小失大。我每次去找他的时候，我都是为工作的事儿。对对呀，是工作，我没说别的，就是。为什么还不信呢？我信呐。哎。那你为什么老是帮他解围呢？今天会上你是不是又帮他解围了？我那是看不下去了。你又没开会，你怎么知道？那你知道那么多细节？定华嘛，哪有不透风的墙啊？来，好了啊，好了，哎，你再来。你干嘛呢？你站开！庆幸，回头去。哎呀，就你这个酒量，能混到现在真是不容易。哎，这慢点啊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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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，求你这个，谢谢，谢谢。你不用。哎，怎么酒酒酒？你先坐好，我去拿酒，好不好？你说的。哎，我说的。哎，好吧，小心脑袋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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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撞到，别撞到。哎，酒，把腿放进去，把腿放进去。喝多了吗？酒，喝多了。也是要体面一些啊！好了啊，回家早点睡啊。
师傅，帮帮忙，把他平安的送到家。马上，马上。嗯，你家住哪儿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了。哦，放哪儿都不可能把家给忘了。好，师傅，您就沿着那个，喏，看见没？这条路一直走就行了。哎，这钱肯定够了啊！我他这喝多少酒啊？不能吐我车里吧？没喝多少，刚才也吐完了，放心，没事了啊，注意安全。走吧。马总居然还不来，工作可够忙的。一个人做两份工作，忙点很正常。抱歉，有点事耽误了。喝酒了？让我们在这等着你开会，你跑去喝酒。没办法，为了套话，我就去和陈雷吃了饭。但是我真没想到他要喝酒。怎么样了？那个监控视频的问题确实是陈雷发现的，但是整个观察过程下来，我真没发现他身上有任何疑点。陈雷在研发部工作，本身就有获取密钥的权限，但是嫌疑人使用了荧光粉来获取密钥数字。这个我也确实想过，在怀疑有没有可能是嫌疑人故意这么做，所以我才去和陈雷接触的。嗯，如果真的是陈雷的话，他为什么要把档案室失窃的事情捅出来？如果不是他举报，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现有人尾随在苗飞之后去窃取了密钥。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。所以说盯着陈雷等于做了无用功呗。还好我跟静静这边有突破，我们怀疑周恋就是贾长安的情人。有证据吗？严格意义上来说，他只是苗飞的怀疑对象，并不是我们的，而且目前还没有证据指出周恋参与了这一系列作案行动。宋局，能监听吗？不行，必须要有证据或者明确的线索才能获得批文。宋局，我认为我们可以将周恋列为观察对象，但是目前的重点我们还是要放在徐鹤身上。他后来有跟苗飞联系吗？没有。鼎华公布消息了吗？苗飞有什么反应？按照我们的要求，鼎华确实公布了吴淼窃密行为，但是今天会上的情况不太好说，庞一山想利用一切机会再排挤苗飞，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苗飞可能在鼎华待不了多久。吴淼那儿怎么样了？我们审了两次，结果还是一样。我觉得他没有说谎。你的直觉很准。而且吴淼出逃那天，我的情绪有些失控。多亏是你提醒我，让我不要那么着急去判定吴淼就是偷取密钥的人。对了，阿姨这两天还好吗？还可以，他这次控制得不错，也多亏了王叔叔一直陪着他。那你爸的事情，阿姨是不是还坚持自己的观点？他虽然现在不说了，但我知道，他肯定还是这样认为的。在你加入国安之后，调查那个案子，有没有发现其他的疑点？你看过档案吗？嗯，那你一定也注意到了，那个肇事者的女儿得了白血病。对，而且那个肇事者入狱后的半年，他女儿得到了慈善的救助，接受了骨髓移植手术。我也查过这条线索，但是那次接受帮助的儿童一共有23个人，他女儿只是其中之一。
白总，不忙吧？没事，请坐。这是什么？这个，辞职报告。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刚上班收到了这么多份辞职信。苗总，你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就是想过来跟你道个谢，谢谢你昨天在会上替我解围。都怪我嘴笨，庞一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质疑我，要不是你提醒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没事儿，这都是应该的。他这么咄咄逼人，我是真看不下去。但是因为我，你可能会得罪他。我有什么好怕的？还是你说的，我只需要好好负责我的工作，其他的事情我一律不管。哦，你们确定吗？进档案室的人真的是吴淼吗？我们？调查过程，庞一山肯定不会告诉我。但是你应该能听到一些消息吧？哦，是这样啊。那倒还真没有。对了，我今天本来想去找你的，你看看这个。苗璐是你的妹妹吧？这是她今天刚发的简历，而且应聘的是技术员的职位。苗总，让她进来吗？我不想让他进公司，请你帮个忙。明白，好办。谢谢。没事，都是小事。我有点急事，我得走了。啊。哦，对了，马总，这些辞职报告能不能给我一份复印件？没问题，我一会儿让人给您送过去。谢谢。苗飞，今天请你来，是有一些问题需要你配合调查。是关于你身边的几个人。首先是周恋。我不是已经回答过了吗？上次我们跟你问完他以后，你立刻就去找了他。你这样的行为，我们不是很理解。我直说了吧，你是不是也怀疑周恋跟贾长安有染？没有，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。其实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。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自己被朋友骗了，但是想着一旦戳穿了，这份友情可能就不在了，所以我们宁愿自己假装被蒙在鼓里。你们有什么证据怀疑周恋？如果有，我马上配合你们调查；如果没有，请不要质疑我的朋友。我是怀疑过他跟贾长安之间的关系，可这是私事，我也没有证据啊。我不能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的疑心就把我朋友当作嫌疑犯吧。你先别生气，我们之所以调查周恋，是因为我们不能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，但现在并没有证据指出周恋他就是犯罪嫌疑人。那杨迅呢？怎么又是我身边的人？我跟杨迅认识很多年了，他是在职场上跟我不怎么对付，但是他根本就不是那种能伪装自己的人。你为什么这样说？他做我助理这几年，他在背后打过多少小报告，做过多少小动作，我都一清二楚。他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，况且他也不符合你们的推断啊。跟贾长安接触的不是一个女人吗？可你自己也说过，行动那天是杨迅叫走了在研发部办公室加班的人。而且我们已经调查过了，杨迅的账户里有大笔来路不明的资金，
既然有疑点，就去监控他呀。找我了解情况，我也只知道一点皮毛而已。我们现在不方便明面上调查杨勋，如果他真的是有问题的人，我们这样做无非是打草惊蛇。但是如果以你的身份来调查，那就没有问题。你们是想让我从公司内部查他的资金来源？我尽量想办法。好，还要麻烦你多帮我们留意杨勋这个人，梳理一下他在鼎华内部的人际关系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徐鹤到现在都没有联系我，我到底安不安全？你放心，结案之前我们会派人轮流保护你。我爸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你父亲现在状态很好，他对于我们属于证人保护，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负责他的安全，你不用担心。这是什么？吴淼的事情公布了以后，有很多人突然提出辞职，今天一早上就有十几份辞职报告，我想这里面会不会有跟吴淼一样的人？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。你做得很好，这份报告对我们来说很重要。我父亲的下半辈子已经算是毁了，但我不希望他一生的心血也被人毁掉。过不了几年，估计也没几个人能记得他。但是只要鼎华还在，他付出的心血就没有白费。所以，我一定会尽全力配合你们的调查。只要能抓到那些坏人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嗯。哎呀。想什么呢？还叹气。就是觉得这种事儿还要我们来找苗飞，那某人费那么大劲挤进鼎华有什么用啊？他来查的话，容易暴露身份。话是这么说。可拿着两份工资还什么都不用亲自去办，真羡慕。你为什么总是针对他呢？我没有啊，我就是觉得他在鼎华也没起到什么作用。那好，我问你，是谁提出的物理隔离，避免了数据被盗窃？又是谁先察觉了苗飞的行动前后矛盾？还有，在吴淼逃逸的时候，是谁指出了搜捕方向？静姐，你怎么老这么维护他呀？我没有维护任何人，大家分工不同而已。你在国安这么久了，这些话还用我说吗？这是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为什么我的简历被退回来了？是不是你让人干的？是。不是，姐，为什么呀？你想进鼎华，我完全支持，但现在不行。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应聘，有什么不行的呀？哦，我知道你们职场那些争抢争斗的东西，可我根本没想参与啊。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你这是滥用职权，你知道吗？你凭什么这么干啊？这件事没得商量。
燃烧青春，直到所有黑暗都消失。也许没有人记得你的样子，像千千万万个和你一样的池子，只为守护暴风眼中的那份平静，哪怕付出生命也永远不忘初心。你说这辈子最荣耀的就是可以默默守候这片土地的哪怕一生无名。